关注你这样的学童免费登记率的政策，今仔日挂在儿童节进行即时实施，送予全国各小学生一份儿童节的礼物，每一位学生摕到一大罐的牛奶或者是豆奶，大家拢真欢喜、真满足。我们感谢议会的支持，让我们云林县可以来在儿童节的前夕来真正来推动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学童一周一牛奶或者是豆浆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刚看到我们的孩子，那么从这个大家一起喝牛奶、一起喝豆浆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了解到，就是说是怎么样互相关怀。那么同时呢，也能够让他们的借由这个正确的饮食的方式哈，能够让他们更健康、更有活力。为了要庆祝这项福利政策的实现，副馆长张宏丁今仔日特别前往达拉市的镇东国小，甲小朋友做伙来啉牛奶。因为部分学生对牛奶敏感，所以馆长也有准备豆奶来给学童选择。一礼拜开始，咱的国小吼，咱拢来一礼拜吼，咱让囡仔来啉牛奶吼，咱真欢喜吼，咱拄啊看到咱的囡仔咧，啉到真欢喜，真满足吼，囡仔拢爱笑眯眯、笑嗨嗨吼，这个政策吼，阮教育处阮会继续来推行吼。咱目前呢，咱的云林县的国小吼，咱有三万的囡仔来啉这个豆奶吼。来啉这牛奶吼，有六千个囡仔吼来啉这个豆奶吼，啉这个豆奶吼。全体学生做伙啉牛奶，也让学童感觉真趣味。小朋友也期待这项福利会当让伊愈健康。在学校喝免费的牛奶很开心，而且我现在正在打羽球，现在喝了牛奶会更有体力。这项学童免费啉牛奶的福利是馆长你这样真重视的竞选证件，所以伫就职还未满100天就即时实施，希望会当帮助云林孩童的发育，促进身体健康。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